我不用回答这个问题。 打法发号了。上一次在舒瑞玛，我解开了一些秘闻，好像是说什么豺狼脑袋时间尽头。这把打完发号了，一定会后面会被很乏力啊！我只能说包乏力的，包乏力的哥，他后面还能不乏力？ 两个人，哎，你一个人啊？对啊，2A1怎么还敢对着A？你说是吧？那我们两个人 A， 他一个人，他肯定 A 不过，还是怎么还要对？ 那肯定舒服的，这还省个闪现。你说，哦，开心，操作正确，100分。晚上好，感谢溺水的小鱼儿的听魔帽，感谢小花椰的听魔帽。 感谢林送的提莫帽，谢谢。感谢 VV 送的提莫帽，大家都晚上好。就下这刀好像有点烂掉了。 就是这么简单。要是我不知道规矩是什么，那我又是怎么破坏他们的呢？ 卖呀！要卖我的，我靠！对啊，这几兄弟都想把我卖了，我还在前面杀敌，猛猛进攻，还好，终究还是回来战斗的。 确实打的有点过分吧。感谢 Chobby 送的提莫帽，谢谢。中单 EZ 不推荐玩吧。是啊，中单 EZ 只能说
不是很推荐玩，就单一这只玩意。Q 带 Q 再次为 Q 我已经有点想越他们了，点个眼中再中，还差五百块钱，那有点难受啊！如果能拿个击杀的话，钱就够了。绝地翻盘正是我的特长，贪一点。差一点吧，三层虫子感觉能退掉，辅助也在猛猛一点，应该退掉了。还不让我回，两个闪，那就算了，他没闪现，他留不到人。打个两个闪，包有人，有人这么讲，绝对是有人。这我都没死嘛，你别说，我也没想到，我觉得这波我必死无疑的，但是还真没死，感觉很奇怪，没死有点没死。九点打训练赛吗？不是，不是哪的小道消息，九点打训练赛啊？怎么就九点打训练赛了、啊？都是还带着少爷的牌子，消息这么灵通吗？但今天九点，今天不打训练赛 ，EZ 出不了重伤，我觉得阵容 EZ 就出不了重伤。我的想法，我是真觉得这英雄出不了重伤。是啊，没打。对，而且很临时，主要是确实有点很突然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说今天才把人刚组齐，就是有点突然。对，这个一般提前一天说会比较好一点。不知道明天会不会打。
俺也不知道。其实也还好吧，我刚回来还有点，毕竟一个礼拜没回，就怎么说呢，你出去浪了一个礼拜了。对啊，毕竟已经出去浪了一个礼拜了吧，我才刚回杭州，这台电脑这个屏幕感觉都有点不太熟悉了。没死啊，但说着出去浪了一个礼拜，那我上个礼拜我就一天没播啊，别的绝对还在蜻蜓的搬砖。我上个礼拜就是我就昨天没播啊，上个礼拜其他我都播了耶。上野是谁？为什么问上野是谁，不问中单跟辅助是谁？难道说已经知道中单跟辅助是谁吗？你们知道的，我嘴巴最严，想从我这里打探些情报出来吗？啊，哎，这个六重吹的是真的快。我靠，这后面有个血包，有个移动加血的，有点爽啊，只要我还活着就不会有人遭受苦难是吧。他就在后面给我加血，我在前面打人，来打我。确实有点装的，所以死了就死了吧。看一下，有点可惜吧，上不了马。我的死亡报告太不真实了。哪来的小道消息啊？这消息这么灵通的吗？你都直接知道成员了，谁说的？让我来看看这个情报员来的可不可信，真不真实。一波了吧，我想开车，让我开。啊！我想绕一圈呢。啊！为什么没撞掉啊？又是卡 bug 了吗？半血他没撞掉，夏无先生。